不平凡的日子里，多少角色可歌可泣，多少故事值得演绎。你决胜的战场就是我们光影聚焦的方向。百花齐放，问鼎中原。202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相约郑州，让我们在天地之中为中国电影加油，为中国电影。